被石七秀收下。今天小伟伟和石七秀这两个人枪杆真的是有点出神入化呀，有点恐怖了。之前我记得也是有一场比赛，让他俩拿下 M4， 两个人直接接管比赛。现在也是啊，你看一个12-6，一个16-5，这咋玩吗？应该是有烟雾，有烟雾，还有烟雾 bug 的，知道吧？ 在B区配合着队友，你说的烟雾 OB 有 bug， 把这个位置给拿了回来。没遇到过吗？排位？一图8-1上半场，然后但是呢，弓箭手老干爹大保卫翻了几分，多这种人数优势的残局了，翻到了10-6。来看看这一分。剩下的小伟伟、YF 还有罗浩，看看这三个人怎么来玩。罗浩自己单走，然后 YF 的话控 A 大，小伟伟先断干净背身，自己再往回走。正面一直不见人呀，那这个启动点就要来了。 是要看三号位罗浩应该是要丢一颗闪光，但是眼看好应该是没有太吃到。但是这个箱子下的位置，小七七先是有一个收获。另外一边 YDK 也是用手枪先收一个，再用狙抽掉小伟伟。是的 ，LGD 扳回1分。这分5-3对于 LGD 来说还是没有太多的问题，也是他们的一个主动，碧桥碧水的一个主动嘛。哎呦。 吃着，能走吗？来听一下，能走吗？他们的交流，走不掉。没有眼，他们没有眼，狙是2标。懂我意思吧？平台狙，平台狙。我抓到刀枪。回来看。哎呦！喂，装逼！小象，反应慢了一下。我要个盲点了，我要个盲点了，我要个盲点了。小象，狙的小象，狙的小象。要不你们仨先 A 大，咱解A波呗。31嘛，直接胖子别走，你别走，小道嘛，让他 C 大，舒服一点。小道好干拉的。等一下，有货吊吊给。好像没看到 ，YCK 好像没看到人上了。没事，你就扔三枪闪就行，你就扔一大闪闪。听我说话。他们的。他一个人。 抽吧，电抽吧，他们叫一把狙，抽吧，电。等等，伟伟哥，踏板狙好了，先开。抽 A 大狙 ，A 大狙。他去 B 门。他去 B 的是吧？他那里。他那里。他那里。B 区现在拿信息呢，要打快打。打快点。走走走 ，A 包 好像。